美国总统川普三号还放话，要派国民警卫队加强守卫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直到美墨隔离墙的建成。川普三号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我们打算动用军事手段直至边界隔离墙建成。当天早些时候，川普与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国土安全部长科斯特珍·尼尔森讨论如何应对来自中美洲的大批非法移民、毒品和暴力帮派组织。白宫稍后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所说的军事手段包括动员国民警卫队，声明没有提及川普打算在哪里或何时部署国民警卫队。美国国民警卫队属预备役部队，是美国现役军队的重要后备力量。美国各州均设有国民警卫队，各地国民警卫队受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双重领导。除个别时候应联邦政府征召外，国民警卫队主要由州政府指挥。近期，川普屡屡就非法移民问题炮轰墨西哥，称墨西哥政府在阻止中美洲人通过墨西哥南部边境进入美国方面做得太少。韩天卫视路飞综合报道。